那个，我觉得杨笠演的太好了，他把一个失忆失望的一个女友演的淋漓尽致啊！大家说是不是？是啊。都说七夕是一个敢怒敢言的人。<笑>好啊，我们想听点真话，我们听那个杨门导演的对手王建国导演来点评一下。<笑>我觉得在这儿放映可惜了。应该让大家回家之后，每个人记一部手机，在家看看就得了，好吧？好的啊，也听出了王导对对手的尊重，好吧？我们接下来欣赏由王建国编剧、指导、剪辑的《小城故事》。哦，这《生化危机》啊，这是这一个镜头就赢了。我想演这个角色。也没你有。英文字幕，这事太难办了。你说你就添了多少麻烦？哎，你咋不害怕呢？我害怕啥？哦，对，你看不见。你喊啥？你吓我一跳！枪！我手里有枪，你还喊多危险！啊！别喊了，走火了怎么办？那你倒是放下！那我可放下了！放下！我真放下了！你大胆的放下！大哥，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就安静多了？哎，还别说，还真有点用。啊！啊！啊！哎，你咋和个遥控的似的？大哥，你没正事吗？对呀，我帮你说正事了。哎呀，那你可以说正事吧。你记得你昨天干啥了？那是误会了，我昨天啥也没干。大哥，你快别遥控了，我昨天真啥也没干，躺了一天。那你前天呢？前天也躺一天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别举枪了，我嗓子真受不了了。你才25岁，大好年华，你怎么能在家里躺着呢？啊？你得奋斗啊，你得拼搏呀！啊，你得干点正事儿，你得积极向上。哎呀，你听进去了吧？大哥，我听进去了，但我没听懂啊！啊，你咋听不明白啊？现在努力工作，将来就能过上好生活。大哥，这么个事儿，你至于拿枪指着我说吗？你还是不明白吗？哎呀，你可把我气死了！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太暴躁了呢？你都25岁了，你还靠爸妈养，你还是个人吧？不是个人，我足够不。等会儿，你咋知道我25了？啊？你咋知道我靠我爸妈养了？你看着就像被爸妈养起来的人。你是不是我爸妈派来了？怎么可能？你爸妈那么老实的人，怎么会叫人干这种事儿？你怎么知道我爸妈老实了？你，我懂了。5岁那年。我被一个不认识的大叔抢走了我最爱吃的草莓冰棒，他还教育我让我好好学习。15岁那年，我同学抢走了我的零花钱，抢完之后他还劝我考个好大学。现在我被绑匪绑架了，绑匪劝我发愤图强，你就是我爸妈派来的。我真不是你爸妈派来的，我可以发誓。那你怎么解释每一个欺负我的人都说着我们老家的口音？你冷静一点。哎呀，爸，你们雇人也不知道雇点外头的人，你哪怕去隔壁村看看呢？你别胡说了，你。哎，我这才发现你这个枪它是塑料的呀。这是真枪，这是高科技。什么高科技？我小时候就玩。哎呀，这就是真枪。这是假枪。这是真枪。这是假枪，你怎么证明它是真枪？你看这是不是真枪？你这么惊讶，我爸妈给你多少钱呀？个家庭也不
你不努力，你以后就会沉迷赌博，穷困潦倒，家破人亡。你好好活着吧，大哥给你跪下了。哎呦，大哥不方便跪，但大哥的心是真的。你好好努力吧，大哥去疗伤了。我怎么办？你跪了，我还帮着嘞。你滚回来，我这一定要努力啊！你帮着我，我怎么努力？不是让你绑架过去的自己，你为什么从来不肯真的自己努力？这个事儿最不好办。其实我理解，对自己失望透了，有时候真的想杀掉过去的自己。那你想多了，安氏不会杀了自己的。不是对你说的。非常好，我们请专业的影评人谭飞老师点评一下。我觉得王建国的才华不能在效果埋没了。那请问应该把王建国埋在哪里呢？就埋在我们电影观众中吧，我觉得。而且我觉得短短几分钟能从一个枪战到喜剧到惊悚，这个信息量特别大。而且两个演员演得特别好。我们掌声给这两位主演吧，确实演得很好，确实演得很好。我们请那个程哥谈谈感受吧，为这个捂错腿的表演是为什么的？这个我本来捂那只腿的，他们说捂那只腿不好看，就是不知道。反正整个过程很辛苦，但是我感觉以后就不会再拍了啊。这个最后成片很好，因为建国非常认真哇，就是建国你也少拍好不好？累死我们了都。这事儿感觉如何？感觉导演你对得起我了。谢谢兄弟。我们照例请王建国导演的竞争对手杨导来点评一下这部影片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片子，我下一部解说就他了。大家期待哦，三分钟讲完。好的，我们的放映礼到此为止，然后马上就进入颁奖典礼。我算不。最中国的最佳影片子是，片子是。